家热情的掌声。接下来我们要演唱的曲目是《槟榔树下遥望窗》。这首曲子的来源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广西少数民族京族的摇篮曲，另一个说法则认为这首曲子有作曲者和作词者，应该是一首创作民歌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母爱洋溢、悠闲盼望、具有广西渔家韵味的摇篮曲。